大小便便。这个的 skill 呢是外面很少教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做水罐，我就去学做水罐的 trading， 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做马，我就做学马的 trading， 不是这样子的。而是应该学一个完善的一个系统。然后你学完这系统呢，你只要学一次，那你去以后去哪里呢？你看到什么问题呢？你都知道怎么去做。